来越南河内两个星期了，基本上每天都是吃越南河粉 pho 或者其他米粉，反正就是跟米粉有关的东西。我太爱越南河粉了，在这边吃的最多的就是它，我可以每天都吃。比起 pho， Danny 更喜欢 vermicelli， 这一次他也爱上了 buncha 烤肉米粉，据说是源自河内的一道美食。上个周末我们还去了有名的火车街 Train Street， 火车穿城而过，狭窄的街道两边是各色咖啡厅和拿着相机的人们。第一次离正在行驶的火车那么近，还是有点怕怕的。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环建湖，在老城区的中心，还算是别有一番景致吧。街对面是我们常去的一家水果饮品店，加榴莲的水果沙拉值得推荐。安全吗？嗯。耶，这个是我们住的地方，背后走。欢迎光临。这个空间不大，楼道也很狭窄，因为整栋楼的中间有一个很小的电梯。用这家旅社老板的话说，就是 small but cozy。 到家喽，可以休息喽。最后请欣赏表演。 Ready Go。Drop top, smoking no cookin'.